跳出摄影棚，林林发生 Miss Mo 同 Dr. Mo 沈永年陪你又食又玩，又好玩又好食，投资机遇唔使再寻寻觅觅。呢间物业联展中心特约 Dr. Mo 环球睇楼团，逢星期五下昼4:30到5:30。马来西亚马六甲除咗系旅游胜地，地产发展亦都好蓬勃。今个星期 Dr. Mo 会介绍当地靓盘，仲会带大家试下秘制鸡粒饭添。差佬王电视。Hello， 师傅你好啊，我哋又见面啦。诶，你发型又变咗嘅？系啊，长头发 OK 喎、啊。系嘛系嘛，同埋今日化咗妆添啊，等你呢条片可以重播又重播，都唔会吓死人啊嘛。系、啊，特登咁样而化妆嘅师傅，靓仔啲嚟啊。系啊，知你咁啊。系啊，趁翻今日嗰个节目吓，今日师傅咧系又系讲下呢个马来西亚嘅马六甲啦。今日第二集讲马六甲，都最后一集啦，因为我拍啲片都用得差唔多。咁啊，下个星期咧，我就剪咗啲泰国啊。泰国哦，咁好少人讲啊。下个礼拜大家如果想睇下泰国又点啊，下礼拜留意一下咯。咁咧就马六甲上咗，我哋就讲咗一个推介咗个盘啊。系，冇错。咁啊，都讲咗啲地产投资啊。今日我就想讲下嗰个大环境，因为其实我上一集讲咗啦，即系如果喺马来西亚投资啊，长远啊，我讲紧。长远投资就即系好似我睇大湾区有啲城市一啲新区一样，咁我就认为马六甲咧就系属于马来西亚嘅新区，咁啊佢未来嘅发展好吸引。哦，咁今日我哋花多啲时间讲样嘢啊。好啊，咁啊，首先就等大家开心下先啦，即系睇我点食嘢，食嘢片。上次有人问鸡粒饭啊，咁上次我哋时间关系冇播到啊，系嘛？咁啊咩个鸡粒饭咧？系去片俾大家睇睇。好啊，睇下先，咁长嘅鸡粒饭。攞定纸巾啊！长洲鱼蛋洗乜饭？马六甲嘅鸡粒饭，你又知系鸡粒饭？一睇就知啦。嗱，唔好以为系鱼蛋喎，呢个系喺马六甲，唯一马六甲先食到嘅叫鸡粒饭。咁当然，如果有啲嚟过旅游啊，人会知嘅。但如果有啲嚟过都冇食过咧，就真系唔可以同人讲话嚟咗马六甲嘅嘢咯。啊，嚟试下咧，呢个咩噶？你咩黑酱油啊？黑酱油啊？哇！試下先，同埋佢呢個都係可以嘅。啊，聽講就話兩個，佢咧就係可能雞飯，我食唔到雞喎。佢應該係將可能雞飯所有嘢攪碎佢，然之後搓完佢，就呢樣味。係咯。我以為裏面咧入咗啲雞肉啊嗰啲嗰類嘢啊，其實呢個仲唔係海南雞肉醬，原來佢係將海南雞飯搓到變一粒飯，所以就叫雞粒飯。係啊，咁當你咧，其實你如果唔想食海南雞飯，用呢、這個不魚羹嘅話，要用叉嚟食海南雞飯咧，你係一定要叫呢個雞粒飯，因為雞嚟就食得，但係好味嘅。好明白，濃縮嘅嘛，係啦，就啱啲懶人食咯。咁啊，雞咧就呢度啊，幫你食雞先啦，好唔好？雞就喺呢度。係啊，雞就喺呢度啊，海南雞。咁咧嗱，通常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地方食啲海南雞，喂，有人偷食嘅，哎呀，有人偷食，唉，好食啊嘛。咁咧就係起曬骨嘅，我最中意呢樣嘢。我唔食雞皮嘅，佢一隻咧就唔係雞啊，另外一隻咧就係豉油嘅，豉油好味，豉油味，但係都有最好就起曬骨咯，咁所以咧，如果用呢個雞粒飯，我覺得飯最好味，其實我覺得呢個雞同埋呢個雞粒飯配埋一齊咧。就係食海南雞飯嘅懶人包啊，係嘛？即係好似你懶人食啱啊，你多啲食啊，連骨都唔使佢啦。好啦，到我哋喺吉隆坡咪食咗叉燒，發覺原來馬來西亞啲叉燒咁正嘅，所以一定要 encore 啊！我仲要跟嗰啲咧燒窿咗嘅，啲香港冇啊。嗯，係啊。
好就優良。咁點解香港啲叉燒唔燒窿啲啊？嚇，因為你個叉燒燒窿啲啊，你有啲嗱，有啲你有食啲窿嘅部分咧，你食啲唔窿嘅部分，係咩？就係窿啦、中窿啦、小窿啦，同埋唔窿嘅。咁咧即係一條叉燒咧，其實有五種嘅食法，有五種嘅口味，同埋有五種嘅口感。但係係喺一條叉燒身上面，嗱，而家我食啲唔窿嘅點解？唔窿係半肥曬嘅。嗱，呢個偷食嘅，你可以偷食埋呢個叉燒，你可以閃出嚟可以。咁咧呢個頭先呢個叫豆醬排骨喎。大家有見到好似嗰個咧，愛登士家庭，你唔知啊？有冇睇過愛登士家庭啊？愛登士家庭成日有一隻隱形手嘅，咁啊自己走出嚟咧攞嘢。大家喺觀眾係咪成日見到一隻隱形手出嚟？好似拍緊愛登士家庭。怪手啊！好，這個呢個咧就叫豆醬排骨。咁啊，香港就豉椒排骨啦，呢個豆醬排骨試下先。給我有沒有特別的，沒有特別的，這個是沒什麼特別的豆醬排骨，大家如果想吃一些沒什麼特別的東西吃這個，而個名字是很特別的，但是這個食物是沒什麼特別的，這個名字沒什麼特別，我看吃下去是不是很特別，因為它叫咖喱排骨而已，沒什麼特別的，是不是？有沒有驚喜？牛骨嚟嘅，排骨排骨真係有牛骨。而家做咩？呢個咪送埋咗牛腩咖喱排咯。係咯，呢個都係冇乜特別嘅咖喱排骨咯。炸幾好食啲啊！係啊，炸幾好食。所以 number one the winner is number one 就係呢個。馬來西亞叉燒，哇！呢個係名又特別，食物又特別，做法又特別喎。有冇介紹啊？你真係當我哋觀眾流嘅咩？我哋全部都高級 V I P 觀眾嚟噶嘛？呢個唔特別，唉，唔特別，冇介紹啦，放埋一邊啦。OK， 我哋繼續食，依家再介紹啲好嘢俾大家睇。Hello， 師傅翻到嚟啦，我終於見到咧個雞粒飯啊，傳説中嘅雞。哇！佢整到好靈滑喎。我上一集咪講，我點樣整到咁圓咧？啊！呢個真係匪夷所思啊！直情一粒粒飯都見唔到。但我估啊，我估點解將啲海南雞飯整成咁咧？我估佢可能方便攜帶，有時即係出差啊，可以食。帶幾粒飯喺個身度，肚餓拎出嚟食咗。嗱，下次咧有機會你過馬來西亞咧，你就真係去查清楚。係啊，我諗住去問佢啊，應該有啲原因嘅。我都頭先問師傅咧，咪後都問佢，咁我同佢講廣東話，你講咩話咧？嗱，馬來西亞就係呢個好啦，所以好多人移民啊，或者退休都揀馬來西亞，真係語言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嘅，廣東話、普通話、英文、福建話。甚至有幾種鄉下話啲，我唔記得係都得嘅喎，真係，因為去馬來西亞都係好多以前都係好多民族喺嗰度住嘅，所以語言都要擔心嘅。下次幫大家問，你下次幫佢問清楚啦，好嘛？好咁啊，不如俾個 PowerPoint 睇睇啦，都簡單介紹下啦。好啊，馬六甲咧就個古城啦，因為佢同好多馬來西亞其他地方唔同，因為佢有嗰個知嗰陣時啊，鄭和下西洋啦，咁啊變咗嚟講，佢就好有文化嘅呢個歷史嘅。咁啊，面積1664平方公里。人口就不是多的，100万人口到啦，即係92万到啦。咁但係我睇翻佢，我睇到政府咧，而家係用盡好多方法增加緊人口嘅。係。咁啊，氣温啊，22度到32度 ，OK 喎、氣温幾適中嘅，所以就温暖舒服嘅，舒服嘅嚇。咁啊，嗱，我又去過雞翔街啦 ，OK。雞翔街。係啦，呢個雞翔街啦。左。應該佢應該播出嚟㗎。河啊，飲啊紅啦，咁啊噴泉啦，即係教堂我冇去到。呢個城咁啊，即係左邊嗰幾個地方我去過㗎啦。呢啲即係荷蘭㗎，荷蘭落嚟㗎。係啊，因為以前馬來西亞真係都幾陰功嘅，經過好多國家嘅洗禮嘅，曾經俾好多國家佔有。葡萄牙又有而家。所以好怪啊！啲馬來西亞就尤其是你喺馬六甲，你見到好多唔同嘅建築物嘅，嗰個文化同埋嗰個特色真係豐富嘅。坦白講，所以點解成為一個咁出名嘅旅遊
地區咯，即係打下卡都過癮嚇。咁、嗯、啊，有九個高爾夫球場喎，因為可能好多人都去馬六甲度假、度假打波啊咁樣啦。有七大醫院，馬六甲醫院出名喎。哦，我係三年前去馬六甲就係參觀醫院嘅，咁、哦、當時都有個啲檢即係體檢團啊，叫啲兩人團，我有朋友參加，我陪一齊去睇嘅嗰陣時。馬六甲有冇啲對心臟叻嘅醫院呢你冇話喎，馬來西亞嘅醫術係好高嘅喎，我真係幫社長問一下都。係咯，可以問一下喎，有冇啲好嘅醫生介紹？因為我都知道而家係咯係咯，都幫人問一問啦。因為真係㗎，如果東南亞嚟講咧。馬來西亞的醫療咧係非常之犀利，因為我聽講佢有啲唔公佈，佢有啲元首你唔知得到啲咩病咧，佢哋都要秘秘密密咁走去馬六甲，即係走去馬來西亞醫嘅，唔一定馬六甲啦，因為好多出名嘅醫院咧，同埋最主要佢啲儀器好先進啊，咁所以好多啲首即係啲元首，因為你知有時唔想俾人知噶嘛，啲國家知道個元首有病咩噶嘛，係好，我幫你幫下社長問下，因為大家都好關心社長嗱、啊，東方醫院我上次咪拍過，記唔記得？嘟咁啊，嘟咗過去咯。哦，就呢度東方醫院。系，嘟咁啊，嘟咗。咦，有仁愛醫院係咪？係啊，香港個唔係嗰間。我問過噶啦，係啦。哦，多嘅嚇。係。有七間國際學校啦，咁國際學校馬六甲我就冇睇過啦。咁但係聽佢講咧，就都係非常之出名嘅嚇，尤其呢個咩國王亨利八世國際，話聽個名都勁抽啦。國王。係啊，聽個名勁抽嚇，咁、哦、啊，所以都有有香港人送去馬六甲啲仔女去讀書嘅，即係當去澳洲啊，當去外國，因為學費平好多嚇，咁、而且佢哋雖然學費平，咁但係好多都係啲英國啊、美國一啲出名嘅學校嚟嘅，係醫院、大學齊曬好多嚇，咁、呢方面豐富嘅。哦，咦，有觀眾話 CLM 鐵打喺馬拉係最出名喎，佢都話揾佢做過喎，鐵打啊，係、哦、中醫，中醫喎，佢話 CLM 鐵打喺馬拉係最出名嘅，咁、真係唔知心臟可以鐵打嘅咩？唔知啊，可以問一下喎，因為都咁多人去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問問，因為我今日啱啱我過嚟做節目先有批馬來西亞人過嚟，所以我可能慢慢有機會可能你過去拍下。好喎、啊，我幫問下翻佢啲本地人咧，知唔知？好，好啊，好啦，咁啊，當然啦，馬六甲咧就同一帶一路幾大關係嘅，咁啊，一帶一路咧，咁其實就有海上，係咪叫海上絲綢之路定咩？一帶一路啊，即係因為咧，佢馬六甲咧嗰個碼頭啊，即係嗰個，因為佢有好，佢出邊個海好深水嘅，係，咁所以咧就喺成個一帶一路裏邊講，慢慢喺個水運啊，即係船運嗰邊，馬六甲絕對會注。佢又成為一個好重要角色，所以叫經濟生命線。哇、哦，咁勁啊！但係馬六但係而家一帶一路咧，喺馬六甲個發展係如何啊？嗱，當然啦，成個一帶一路而家都係一個初步形成嘅階段，因為一帶一路牽涉好多國家啦，係咪？咁咧就，但係咧，而家你見到呢啲規劃啲線咧，就慢慢佢哋將即係等於大灣區一樣啊，係佢將佢點樣連埋一齊？咁樣連埋用咩連咧？唔係用呢啲顏色線，用手指船啦、啊、車啦、啊，車可能包括高鐵啦、啊。包括甚至乎一啲公路啦、一定係咁啦，即係路通財通啦，即係所有國家任何地區，佢想將個經濟搞起去，咁一定係利用呢啲所謂基建。咁、所以呢個我以前成日寫啊，沿住高鐵嘅投資啦，所以我亦都係海上。咁好犀利喎！你睇下蘭州啊、烏魯木齊啊、俄羅斯啊，一帶一路好多地方、好多國家，幾誇張啊！係啊，呢單嘢，所以呢啲唔係一朝一日㗎啦，呢兩年一段長嘅時間啦，土耳其荷蘭添啊，咁當然呢個船路咯，水路啦、水路變咗你行得通船咧，佢已經可以拉埋一齊。所以而家佢哋應該會講嘅就係呢個黃金港啦。係呢個黃金港咧，就係想喺一帶一路佔一個水路嘅角色。咁、大家見到呢一個類似一個好大嘅碼頭嘅地方，咁其實就係一個好大嘅航運嘅。上一集都有講過黃金港啊。係啦，黃金港所以佔咗好大。其實基本應該我講，應該基本就係喺馬六甲咧。未來嘅發展就係三個地方，個黃金港，一個就謝鵝城，一個就印象城嚇，咁、一個就係航運啦、一個就係旅遊業啦、一個咧就係嗰個居住嘅啊，即係旅遊居住嘅嚇，即係一個旅遊就玩嘅，一個旅遊居住嘅，咁咧借住呢啲咁嘅定位同埋未來嘅發展咧，咁其實海馬六甲就想將變成一個365日嘅經濟圈。佢話從週末經濟變為365日啊 ？Why？ 點解咧？嗱，因為以前咧冇高鐵。冇成咧，咁啲人就星期六星期日先嚟啊嘛。咁而家平時又唔會嚟啊，唔方便，因為要翻工嘛。咁但係如果有曬呢啲基建，有曬呢啲開通咗之後，佢就希望咧365日
都有人去那裡，甚至乎很多是居住在那裡，移民到那裡，交通方便，這個是政府的規劃來的，提供國民收入，製造創業機會，創造機會，經濟又增長，人口增長，當然是最好的。所以如果我們投資就要看這些是不是現不現到身，泛亞鐵路網，這個除了高鐵之外，其實在裡面來說，這些全部就希望未來就是咦，這個未聽過啊，師傅。是啊，這個就是一帶一路，OK？ 昆明啊，到時八個鐘頭高鐵啊，由吉隆坡就可以去到昆明啊，大陸的昆明。哦，哇，昆明。越南啊，柬埔寨，就是一帶一路。飛機都唔使搭。係啊係啊。昆明去吉隆坡八個鐘。咁啊，所以過咗十八年喺東南亞又另外一個世界㗎啦。嗯。啊、即係等而家我哋見到大灣區已經變化得咁大。哦。咁都係一帶一路咧，就首先由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喺呢邊有。即係開波先啦，就呢條叫新馬高鐵啦嚇。咁啊，終於咧就2020年5月31日咧就拍板啦。嗯。OK 嚇，咁咧就到時新加坡咁啊，上一集講到啦，90分鐘就到噶啦。嗯。去吉隆坡。吉隆坡90分鐘就到。係啊，只需90分鐘啊嘛。哦。咁啊，馬六甲仲快，因為馬六甲喺中間嚟噶嘛。哦。嚇、啊，馬六甲咁方便啊。係啊。一日生活圈。睇睇先有冇彈手先啊 ？OK， 到呢個馬六甲機場擴建啦，咁啊到時會加咗好多航線啦。嗯，好咁啊，驚大家悶啊，播第二條片俾大家睇下。好啊，又係食嘢嘅係嘛？今次食咩啊，師傅？今次睇下先，我都有得食啦嚇，食好多嘢，好俾大家睇。好，去咗佢片。誒 ，Leon。你做乜帶我嚟呢個雞場啊？哦，呢個叫雞場街，咁咧就係馬六甲嘅一個景點嚟嘅。咁咧保育嘅，重點係咩？保育，哇！我哋保下我哋啲肉，就去食嘢。我係雞場，你知我好正經噶嘛？知係嘅，係嘅，睇得出嘅，睇得出嘅。我聽講呢度有雞粒飯喎。係啊，好得意噶雞粒飯，一陣大家睇下。咁啊，依家我哋行下街，食下雞粒飯。跟住再行去嗰邊，好似話有隻艇喺度。係有隻船，鄭和下西洋船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去睇睇啦，睇先。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哇，大家睇啲咩嚟嘅？啲咩嚟噶？Gentle 啦，嚟馬來西亞梗係要食 Gentle 啦，食咗 Gentle 會點啊？唔夠錢使都唔使揾啊，嘛？唔使唔啱揾，大家聽唔到你講乜嘢？唔夠錢使都唔使揾啊，嘛？嚟馬來西亞梗係要食 Gentle 啦。喂，這個 Gentle 咧，佢係專係賣 Gentle 喎 ，OK？ 妙思音傾啊 ，OK？ 佢好多材料喎。我 Gentle 真係好食，所以咧我拍多幾次我都會拍噶。你哋唔中意你就熄機啦，你。好好味。好味啊！好好味，材料好豐富。我琴晚啊，終於見到咧嗰啲所謂椰糖啊，喺嗰間鋪頭嗰度啊，黑色嗰啲椰糖，嗰啲唔係黑糖，係椰糖，一嚿嚿成碌成碌白咁啊。其實就落咗啲椰糖咧。香好多次啊！仔以前細個就係成咁拍我嘅，好香，好味，好食過，好食過呢個魚塘嗰間，同埋咧，我研究到咧，食椰子嘅冰品啊，即雪糕嗰啲咧，加粟米咧，好食，係，加粟米，我嗰日咧，我哋咪嗰段。吃那個椰子雪糕好鬼濃味，哇！你咪我咪亂加啲嘢落去嘅，我發覺加粟米係好出色嘅。任加 topping 啊，必定要食啊，喺 KL。係啊，佢原來啲粟米咧，其實咧係鹹鹹地嘅，其實所有食物咧甜同鹹撞埋一齊咧就好食嘅，真嘅。嗱，我唔知道你會唔會，我最中意食紅豆沙陰油炸鬼。咁乜嘢？紅豆沙試下，紅豆沙去大排檔陰油油炸鬼，嗱豆漿都係㗎。我哋凍豆漿都係陰陽炸鬼好嘅，因為嗰個鹹一個甜啊，一撞嘅時候咧，哇個口腔裏面咧嗰啲二氧化碳啊，同埋嗰啲碳水化合物，加上嗰啲微粒分子咧，變負離子，變咗負離子，跟住再氧化咗之後咧，啲紫外線啊，就有一個很好好嘅 taste 喺呢個脷胎裏面咧，產生嗰種很好味同埋好享受嘅效果。
嗱呢個咧，好坦白講，唔係食神都話唔到俾你聽。嗱，所以咧，我哋咧，雖然嚟考察，你一樣咁開心嘅。作為第三者搭台嘅啫，好開心。你搭台唔係嘛？你搭台依家要我俾錢嘅。哇！呢個高手嚟嘅。下次整個鹹魚雪糕俾你啊。係喎，撞得好緊要喎。好，依家要咁問，你親自試下。好啦，繼續食啊，我哋。师傅翻嚟啦！你啱啱讲真多冰啊，真系好食，超级好食啊！哎呀，我未食过啦，真系怪怪地咯，阵味应该会又咸又甜。你信我啦，次个试下你上瘾噶啦。嗱，咁啊睇啦，睇过啦。嗱，呢食啊各，我谂咧，如果大家要考虑去一个地方咧，即系你嗰啲即系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咧，都同我哋香港比较接近啲。嗯，马来西亚就比較接近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歡，好嗎？好啊，咦，師傅今次又是講這個在這個醫療城，是啊，想著醫療勁勁抽啦，咁佢諗住去得盡啲，仲想見醫療城，咁啊韓國嗰邊就千萬備忘咯。我相信都成嘅，因為其實而家你睇翻，我睇翻好多資料，當然有時間關係，我又唔想話咩資料擺曬上嚟。咁其實我睇翻好多全世界國家咧，其實都對馬六甲咧都即係都會想投資啊，想入去搞啲嘢嘅，都睇到未來。其實亦都有時未必一面倒啊，好多發展都係咩國內啊，咁其實馬來西亞、馬六甲咧都係好多商家必爭之地。咦，但係師傅，我想問咧，馬六甲入面嘅醫院其實質素高啲啊，定係檳城嘅醫院質素高啲？咁我就真係唔知啊。我就真係唔知啊。咁但係我三年前我考察咧就考察馬六甲同埋吉隆坡醫院嘅。咁啊，但係我今次之前我今次我就去檳城嘅醫院考察，啊、因為醫院好過，因為醫院你表面上睇落去咧，你真係睇唔到出嚟。間間都一樣㗎。係啊，你真係睇唔出嚟。咁我諗呢啲真係要網上搜資料，譬如佢嗱醫院，我覺得同醫生一樣，即係好似啊，即係而家問緊，即係我諗好多佢哋嗰啲定位唔同啊，即係有啲醫乜嘢叻，有啲醫咩叻。咁我以我所知，譬如有啲體檢係好好，因為啲機器夠先進。嗯、但有啲可能譬如心臟啊，或者有啲腦啊，即係有啲佢喺某啲專科又特別叻嘅。哦。咁大家喺網上可以自己搜，因為我喺網度都睇到啊，某啲醫院可能對某啲嘅，即係頭先我講有啲元首可能喂心臟唔好，咁佢就去安排去佢嗰邊一啲比較專係心臟嘅呢科係比較做得好啲。香港都係㗎啦。咁係。醫院都唔同，馬來就對心臟叻啲。係啦，所以你話邊個好啲咧？即係睇你到時你個需要其實邊方面咯。係，明白，明白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檢查身體，基本都差唔多嘅啫。好。咁啊，就旅遊重點。張藝謀啦，我去過啦。嗱，2018年可以賣飛啦，即係而家大家個去睇得嘅。嗯。OK， 咁啊，呢個就係打造黃金12海岸馬六甲，哇海，好似都填海做啦。呢個係一個填海嘅表嚟嘅。即係咧，好嗱，見啲藍色嘅地方咧，都係填海翻嚟。哦，呢啲係填海。係啦，係啦。係啦，呢啲係陸地嚟嘅。咁成馬六，所以大家睇到馬六甲好大㗎。嗯。機場喺度嗱，最重要睇咩咧？佢未來嘅發展就係呢個啦，京皇港小道吧，呢個就係一個深水碼頭。嗯。就我砌新加坡嘅。嗯。啊，諗住咁啊，一帶一路到時咧，海路咧就會經呢度咧，就上落貨啊，載貨咁樣㗎啦。哦。就搶生意。我簡單咁講，咁呢個咧就係嗱印象系列，又見馬六甲啦，啊同埋呢間學校呢度啦，咁呢度咧就屬於娛樂嘅娛樂板塊，咁呢個鄭和城啦，嗱講明商城啦 ，Trade City 啦 ，OK 啊，咁啊商業啊、旅遊啊，譬如嗰啲酒店啊等等係。咦？呢個係咪上次我哋講嗰個啊？係啦，呢個嘛喜來城咪就係屬於呢個，其實喜來城。商城個區嘅，因為呢個海灣就係嗰個喜來城啊，喜來城就係呢個 Sheraton 呢度。咁所以如果我哋而家手頭上呢啲資料喺未來呢10年8年裏邊係真係順利咁樣進行啊，同埋發展咧，咁你諗下馬六甲未來真係唔錯㗎，即係嗰個發展係唔錯㗎嚇。OK 嚇，咁啊好啦，咁啊講翻上次個項目啦，今日提少少啦，今日 OK 就係呢個鄭和商城喺度啦，咁啊其實呢喜來城喜來登酒店就係根本就係鄭和商城其中一個部分，屬於酒店區，因為前面有一個。本身的天然的沙灘喺度，嚇個海灣喺度，咁所以咧好多五星級酒店都要圍住呢個沙灘而興建嘅。哦，咦，佢哋話吉隆坡同埋檳城嘅醫院水準高一點，可能要揾翻個別邊科打邊科。係啊，我真係唔敢亂講嚇，醫院呢啲嘢。係啊。我都係外行，不過我就盡能力去考察咁解啫。啊，咁就嗱呢個
嘅呢個呢扎酒店啊、公寓咧，咁啊有個天然嘅沙灘。大家嗱呢張圖睇得比較清楚啲。鄭和城，即係話慢慢幾年之後，鄭和城按呢個計劃，好多嘢起曬出嚟，啲人啲商家入咗去啊，做生意。咁當然呢度時真係天之驕子咯。咁好多人都入住呢一度。係啦，即係必經之路添啊！而家睇到，同埋啲人喺度住啊。咁你如玩啊、游水，肯定走過呢度啦。係啊。咁佢其實真係佔咗地利嘅。嗯 ，OK， 嚇、啊，咁呢個我簡單嗰日上一集已經我有介紹過呢個嘅樓盤，來食樓盤啦，咩效果圖啊、泳池啊 ，anyway 嚇呢啲嚇，咁、啊、誒、有租收啊，租有幾多百分之幾啊，我唔講啦嚇，係 ，OK， 咁、啊、大家自己了解啦。咁咧，但係有一樣嘢又要講嘅，就係、是、啦，上一個節目咧，因為唔好介意，即係我又。真係馬來西亞，我都係開始係嘛瞭解多啲。咁上次我講到呢一個盤咧係 free hold 嘅，其實呢個盤唔係 free hold 嘅，好嘅係99年嘅嚇。哦。咁啊當然一樣啦，99年合保地價嘅啫，咁啊都成100年啦，大佬。嗯。咁啊同埋咧預計收率其實2022年底嘅。即兩年之後。咁如果 B 棟一次性付款的話咧，收樓前咧係有回贈嘅，但係個回贈咧1%係每季嘅，唔係每個月嘅。哦。咁呢個澄清翻，唔係大家依家誤會咗嚇。明白。但係點講都好啦，始終咧就今個禮拜即係聽日，咁、就有場 talk 咧，就我會喺度，咁同埋咧就啲專家過咗嚟，個發展商過咗嚟，咁啊爆曬啦！哦，已經爆曬，好厲害啊！但我聽日去唔到喎，有功課要做，未做完，十五號要交啊 ，Simon。咁而家咧就發展商加多一場，哦，2月1日，咁啊一樣有發展商過嚟，嗯 ，MM2H 啲專家過嚟，嗯，啊，咁咧都有啲政府嘅人員過嚟聽講嚇。加多場，咁如果今場大家報唔到名嚇，或者趕唔切的話咧，啊，好似你一樣日期做唔啱咧，咁啊2月1日啦，2月1日啦。不過我就唔喺度啊，因為2月1日我好似係咗台灣嘅。哦，你去咗玩啦，師傅，去咗放假啦。係，我啲小角色嚟嘅啫。2月1日即新年之後咯，農曆新年後咯。哦，因為農曆新年後我係會去台灣嘅。哦，明白。到時都拍啲台灣嘢俾大家睇下。係，好嘛。咁咧就如果大家想報2月1日呢個講座咧，就打66777865啦，揾依家。好嘛，星期六嚟嘅，系啊，下晝2點，免費入場啦。咁啊，因為始終我都唔係話即係最熟嘅，做呢個項目，咁啊，大家自己親自嚟問下、聽下，知多啲，學多啲，冇問題嘅。嗯，好嘛，好，咁啊，仲有條片喎，去埋嗰條片咧，去一去片先。喂 ，Hello， 今晚係馬六甲最後一餐，聽日就飛檳城啦。聽日唔食早餐嘅咩？嗱，呢杯咧唔係我哋嗰啲大陸嗰啲白酒嚟嘅，大家有冇睇到？係藍色嘅。咁裏邊咧，其實係有啲藍色嘅花嚟嘅，叫藍花茶。藍花茶原來係明目對眼睛好喎，仲正過藍莓喎，啲藍莓數嚇仲高過藍莓喎，係嘛？咁你即刻飲飲睇有冇？哇，甜甜地喎，原來。哦，原來啲葉可以食添喎，啲花係可以食添喎，真係幾怪！我人生第一次飲藍色嘅茶。點啊？覺得點啊？而家有冇啲睇起清咗少少喎？哇，係喎，睇起清咗少少喎，係咯，我覺得記憶力都增強咗啲，同埋望啲嘢咧，有個老花咧，好似冇乜問題。好啦，咁飲完杯咁特別嘅藍花茶之後咧，就呢、這個叫做嗱，呢、這個係野涼野菜，呢、這個涼野咧喺馬來西亞涼野就即係女士係嘛？就係因為當年嗰個咩？有典故啊！我知道，典故啊！我唔記得咗典故。總之我知係女人煮嘅菜啦。咁其實你媽咪慢慢煮飯俾你咧，你都可以話俾人聽你識緊涼野菜嘅。OK， 因為係女人煮嘅菜啦。咁唔係女人煮，點解男人煮咧？係咩？中國人、中國男人同埋呢個馬拉女人。哦。正喎。哦。中國男人、馬拉女人都啲女人煮嘅送出嚟。我 OK 喎，仔。你話？係咯，有道歷史喎。你老豆嗰陣時屋企窮，又讀得書少，我靠你啦！以後試下先嗱，咁樣呢、這個叫做涼野小金杯，就擺啲呢啲頭先去 check 過，好似係嗰啲菜頭啊，類似蘿蔔嘅物體啦，咁啊擺啲芽菜啦，再擺啲喂你嚟啦喂，擺啲辣椒醬啦，擺啲葱，冇黐嘴啦，冇黐嘴先後，我唔知喎，但係都幾靚啦，個賣相都 OK 啦。嗯，一咬就散曬，跟住成嚿擺落口噶啦，係嘛？仲分開？
糖你試下成口得唔得？好啊，我邊咁大口啊？試下先。你睇你個口大，我口大，我個口真係細啊。嗯，啲皮又脆咯。其實就嚇、啊、有冇啲金杯味啊？其實就係我覺得，即係食嘢嗰陣時咧比較最多你要搞一下咯。即係你怕悶咧，怕食飯悶啊，同啲親戚朋友有咩講咪叫嗰啲啲咯，兩嚿㗎，有啲係成嚿塞曬落去喎，好香，好香 ，OK， 大家試呢、這個，咁我不如我想試呢、這個，攞過嚟先，呢、這個係話類似魚蛋嘅嘢。呢、這個最好食，我都整過。佢似咩咧？你覺得似咩？似蒸肉餅。邊有種咖喱味？有啲印度咖喱味，其實用肉做嘅。啊，呢個特別好食喎，有腍，似蒸肉餅咯。不如我建議俾個老細就，其實可以整一款擺條鹹魚喺度啊，即鹹魚蒸鹹魚蒸魚餅，或者擺只鹹蛋喺下。好啊，買梅菜啊，係啊，梅菜肉餅，你老豆俾我創意啊，又再影一次俾大家，啊，好正咧，咁啊，仲好多其他菜式嘅，例如咧，例如呢個 Tiger Bear 啊，係啊 ，Tiger Bear， 咁啊，今日唔介紹咁多啦，因為見啲幾個菜名比較特別，即係又係一樣啦，個文宣同埋包裝 marketing 做得非常好。咁所以都介紹下俾大家啦，嚇 ，OK， 因為我哋睇，我都冇乜狀態，即係考察到啲地產，考察到好多項目，真係好攰啊 ，OK。嗱，呢度咧就係馬六甲海岸，大家見幾平整，大家介一見到啦，嗰度咧就已經係填緊海噶啦，咁咧就呢邊都係填緊海嘅，咁呢度咧就係琴晚我哋去睇嗰、那個張藝謀嗰個咧嚇。馬六甲啊，嗰、那個影城啊，就喺嗰度嚟噶。咁慢慢嗰、那個係啊，白色嗰、那個啊，琴晚去到嗰度叫填有嗰個好大個 project 啦。慢慢我哋去參觀嗰個項目咧，叫喜來城咧，其實就喺呢邊個方向嚟嘅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咧，馬六甲呢個海岸咧係好平靜喎，咁所以咧係好適合填海嘅。咁所以咁未來幾個咩鄭和城啊、喜來城啊，好多呢啲大個 project 啊，譬如張藝謀呢啲啊。咁咧，全部都係喺呢幾個位嗰度做出嚟。咁如果大家要投資啲旅遊嘅項目啊、旅遊嘅地產咧，就肯定喺呢一邊咧，啊呢幾個位置嗰度去投資咧，慢慢當佢呢啲起好曬嘅時候咧，就會有好多啲商場啊、購物啊，好多呢啲咁樣嘅旅遊嘅元素喺度啦，好嘛？咁啊，我今日特登就嚟到呢個位置拍俾大家睇嘅。如果唔係就咁睇地圖，可能都唔知道講乜嘢。咁而我哋而家同我仔喺呢度嘅地方咧。就是一個叫水上的清真寺，是一個景點嚟嘅，咁啊好多遊客嚟到呢度，大家睇下，係水上清真寺好出名嘅，咁咧就都幾靚下嘅嚇，唔係夜晚亦都有夜景嘅。好，咁啊我哋就叫到此一遊啦 ，OK。好笑喎、啊，臨尾嗰度。我好多謝個剪輯啊，即係照得幾過癮喎、啊、好笑啊佢。因為咧，佢入嗰、那個入嗰個廟咧，要我著嗰啲袍。哦。啊、扮嗰啲僧侶嗰啲。但唔知喎，真係著咗袍咧，好鬼飄逸嘅喎。係嘛？即刻上身。上曬身啊！誒，唔係俾人話啊，收尾都。哦。因為唔尊重啊。哦。OK， 明白明白。咁咧就好啊，咁啊，今到而家為止嗰、那個我哋嗰個叫做馬拉之旅咧，咁基本檳城啊，暫時可以停一停啦。啊，停一停咁啊，大家都希望大家能夠充分了解咗成個馬來西亞嘅情況，好嘛？大致了解一下啦，咁啊之後師傅就會再講下呢個泰國啦。係啊，再之後可能二月翻嚟先再係嚟呢馬來西亞，再同大家分享。冇錯冇錯冇錯，咁啊仲有冇啲觀眾咩問題問啊？因為我要講嘅嘢都講。
原来沈博士，原来是沈博士仔仔，系啊，嗰、那个系沈博士个仔，佢而家先知道，可能佢上一集冇睇。哦，仔嚟嘅，同佢好似样。系嘛，似唔似啊？跟我一樣咁中意搞搞震咯，係啊，所以我同佢一齊好好玩嘅，係咯、啊，好玩嘅，都好大個啦，係嘛？係、啊，同埋我哋拍片，你見成好多嗰啲巨魚啊，哦，我同佢一路都係嘅，成日作啲啲咩，我而家同你都作啦，係嘛？係啊係啊，咩咩買時代？時時有錢袋，係、啊、買樓買時代，時時有錢袋，係啊係啊，呢、啊這個已經成為金句啦，師傅，係啊，好犀利啊，好。啊，就仲有冇咩？大家有冇对马来西亚嘅有问题呢？有冇？有咩问题欢迎问、啊。咁咧，我同林林最近都有去我哋嗰次去边度？珠海啊。珠海上次去。啊，珠海拍都有拍到啲片啊，迟啲都俾大家睇下。好啊，迟啲再跟进下啦。师傅，大家都担心紧社长个病啦，都仲系讲紧呢样嘢。咁啊，我都好担心嘅。系啊。不过而家唔探得佢啊。唔探得。系咯，都想。医院都。想探探佢，咁、哦、大家為社長祈禱啦，係啊，希望早日康復啦。同埋最近都真係師傅，你都要戴翻啲，即係如果去拍嘢啲點樣成咧，你都要保障下身體喎，要戴口罩。你講開講，頭先我嚟咧，佢彈開彈開幾尺。係啊，我問師傅，咦，你有冇翻大陸啊？你因為其實我真係翻好多嚟大陸啊，所以真係彈開啲都 OK 嘅。遠離先嘅。去咗我琴日先肇慶翻香港啫嘛。咁咧嗱，我講啊，嗱，肇慶翻香港有直通香港嘅高鐵啊嘛。咁咧，咁直通香港梗係多數係香港人搭嘅啦。係。咁高鐵上面冇乜人戴口罩啊，但係個站差唔多到香港，我發覺好多人即刻笠口罩。翻到香港先戴口罩啊？咁奇怪嘅，點解會？哦，佢哋問你有冇投資武漢喎？應該冇啊嘛。好有，好耐之前啦。哦，你有啊？你睇係啊，睇我啲以前冇 YouTube 啊，你睇翻 Google 啊。哦。有武漢咧，我嗰陣時亞洲電視，我喺亞洲電視就同阿曾志英，咁啊曾經武漢有叫經貿，而家仲好，以前係最高嘅成個武漢叫經貿中心，係一個寫字樓嚟嘅。咁嗰陣時我同阿曾志英就去嗰度考察啊，又拍個片啊，拍個片收尾有播亞洲電視。咁啊，當時都有好多香港人過去武漢去買呢個經貿中心嘅寫字樓，嗰陣時好平嘅。哦，係啊，咁嗰陣好平啊，仲我最記得同阿曾志英仲喺嗰個武漢有個西湖啊嘛，好似。係。咁喺個湖邊咧。就食魚蛋，食嗰啲湖打上嚟嗰啲魚嘅魚蛋，新鮮啊！係啊，好耐咯，十幾年啦。但係而家仲有冇？嗰時好靚仔㗎仲。我諗大家關心你武漢嗰個物業多啲，師傅。武漢我冇買到樓嘅、哦，我最嬲尾係我湖南有買樓啫。湖南買。啊，我但武漢我有去做，因為我當時寫時候我唔係太有興趣，同埋因為寫時候即係做按揭做唔到多咧，個資金比較多咯。哦。反而武漢下面就是湖南啊嘛，湖南就是南沙嘛，南沙我就真係好熟啦，我亦都買過好多樓去投資嘅。咁、因為南沙嗰陣時就有呢個地鐵啊嘛，咁、我開地鐵之前我就投資咗啲嘅，咁啊等我地鐵開通咗之後買翻出嚟嘅。咁、那個叫五一大道。五一大道。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湖南長沙？如果冇去過去武長沙咧，湖南咧？最出名是什么呢？酒吧街。哦。整条街都是酒吧，而且酒吧是一栋一栋的，即是两三层的、哦、不是一间。咦，师傅，但我想问武汉其实是不是一个中心点，跟着下面就接驳很多。是的，以前我是深武高铁嘛、深圳通武汉，武汉是一个大站来的。是的。经武汉是没错，是一个转运站大站来的，所以武汉很重要。哦、其实武汉是一个在国内一个很重点的城市来的。惨了。人都可能好擔心啊！哦，咁啊係啊，係啊，好擔心啊！係因為而家啲病喺武漢啊嘛，其實係㗎，武漢人口又多，咁同埋一個轉運站嚟嘅，即係好多會經武漢轉，即係深武到真係咯，深武高鐵啊嘛，係咁啊，大家戴多啲口罩，冇辦法。師傅即係建議你翻上去戴翻個口罩先啊嚇，係啊，咁啊，觀眾都話要小心啲喎，細菌入血可以致氣管衰竭、哦。多謝關心，多謝關心。不過我啊，不嬲有開運動。嗯。咁咧嗱，不過我又有個自己嘅所謂嘅一個方式，一個我信嘅嘢就係曬太陽。我幾信曬太陽，其實好多病菌係可以殺死嘅。
見到阿師傅有著斑，係啊，好得著斑。喂，我係寧願有著斑好過身體唔舒服啊嘛。咁啊係，因為你大家明白紫外光係可以穿透個身體噶嘛。咁我好相信某啲細菌即係唔係太強啲，其實紫外光係可以殺到佢嘅，即係如果曬咗太陽。所以我好過人哋打籃球咧，我成日去維園啊嗰啲地方打，人哋打籃球咧就係一定太陽落山先嚟㗎。即係四點鐘到嚟打籃球，一唔使曬。我係調翻轉，我係兩點鐘就去球場嘅，就係太陽最猛嘅時候去嗰個打波嘅。咁我就係想享受嗰個太陽，俾太陽曬。啊，有時仲剝光珠添啊，吹曬得。以前有八嚿肌肉去，而家唔會啦。而家八合一，而家得翻一嚿。好明白。曬太陽啦，曬。我覺得如果大家真係你香港係森林城市咧，即係真係有時假期啊，出去曬太陽行下山，對身體健康真係好大幫助。好啦，咁啊時間差唔多啦，師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都係身體健康啦。OK。祝福社長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。好啊，如果報名嘅，聽日見啦。OK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